每天讲话的是这个频率非常高，懂了，有声的话无声的。哎，欢迎各位了啊！谢谢啊。这次的立法委员选举，我们这个李野党夫人啊，拜托我们平镇市要来进入我们这个平镇联盟党区的立法委员啊，怎么样啊？市长他在这几年的一个表现，对市建设的能力，他是有功绩的啊。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选举，各位能够协助啊，帮忙啊，先有选出一个在地的啊。我们一直不希望说一些外地的选举的时候才来我们本地的哈，一直希望说这次能够平常看得到，能够找得到，那有事情我们能够拜托我们的哈，感谢市长，也希望各位多多的支持啊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